9月12日，广东。据大象直播间报道，有目击者爆料，地铁上一位老人因嫌小伙让座慢，上前欲教育小伙，小伙子让他拉扯了一车厢，地铁工作人员在一旁劝说。有网友称，让是情分，不让是本分，座位是出了钱的。还有网友称，明显别人让座，这是不知好歹。